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我们停了差不多两个月的课程今天再次跟大家相聚。刚好今天的背景是西方极乐世界图。我想我们最重要的不忘跟师父上人的约定，我们要同聚莲池海会。而且老人家曾经也对着我们弟子讲，我们现在求的没有别的，多带一些人回极乐世界。我们以师智为己智，尤其师长专弘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经文当中告诉我们如是妙法性听闻，因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友。我们有师父上人这么好的老师带领我们深入这一部大经，我们应该受持而且我们不止这一生要圆了跟阿弥陀佛的约定，跟师父上人的约定，我们还应该尽我们的力量，多带一些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不辜负师长一生弘化的苦心呢，也不辜负呢我们跟他老人家这一生师生之缘呢。在无尽的时空当中很可能是积累了无数劫了才能结这个师生的缘。所以我们不辜负师长，我们念师长这份恩德，念师长恩呢，就是菩提心呢。那当然我们也要听懂师父的教诲，看懂师父的表法示现成的个人感受老人家62年的教化讲得很圆满，而且做得很圆满，让我们在
读着经教啊，都能联想到啊他老人家的行仪啊，心大悲，明有情，眼慈辩，受法眼啊，于诸众生示若自己呀、啊。啊，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啊，老人家开了啊，对这个世间啊所有问题的法药啊，老人家有智慧啊。啊，这些法药都开了。假如我们弟子不配合，不同台演出啊，这些法药就糟蹋掉了，众生也不得利益了。所以真的，在我们的学习当中啊，哦，有无数的因缘啊在成就我们的道业。哦，就像师长说的，我们学佛啊，首先要认识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所做的都是在指导我们修行。我们要认识他老人家才不会修错了。哦，那他老人家啊，三一一波啊，那就是提醒我们安贫乐道啊，啊，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他的那个讲经呢啊，在经典当中没有记载啊，今天佛陀放假了，哎，没有，哎，这都在给我们表法啊，就是为了众生呢啊，毁人不倦，不疲不厌。哦，我们看师长效法释迦牟尼佛也都演给我们看了，我们能看到是我们的因缘福报啊。啊，怎么珍惜这个因缘呢？效法佛陀，效法师父上人，这叫习缘呐！啊，不然我们看了师父的表法，佛陀的表法，我还是我，那就把这个因缘给糟蹋掉了。啊，所以我们学佛，我们要越来越像释迦牟尼佛；我们学无量寿经，我们要越来越像阿弥陀佛。啊，我们跟师父上人学习，我们要越来越像师父上人。啊，因为学有觉的意思，学有效法的意思啊。哦，有个小故事。哦，有一群鸭子跟着老鹰学飞，啊，学了一天呢，从早到晚呢，也是很认真学啊，终于啊学会飞了。哦，这群鸭子很高兴啊，啊，然后对着老鹰说：“哎呀，谢谢你今天教了我一天呢，
啊，感谢完呢，啊，这群鸭子啊就走着回去了。哦，那我们跟着师父学了几年，十几年、二十几年，可能还有更长的。学完之后，那佛法种实质啊，哦，哎，我效法了哪一些了？佛法种实质，不种形式哦，哦，不是。哎呀，我常常都梦到老法师，这样缘分就深哦。啊，那个有时候变成太情执太重了哦。哦，我们关照关照老人家讲的，我们落实多少，这个是师父领进门了，修行靠个人了，要我们来勘验的。所以我们的因缘有佛陀的成就，有师父上人的成就，甚至于可以延伸开来，哦，有佛陀的十大弟子在配合成就我们，有孔子的十大弟子在配合启发我们，一佛出世啊，千佛永戴啊。但是重点是我们这些弟子们要能看懂佛跟他的这些弟子跟他当世的人的配合，我们看懂了，我们才能得到启发，进而去指导我们，啊，或者我们效法他们，啊，比方说佛那个时代，啊，奇树集孤独园的因缘，是孤独长者啊，倾家荡产呢，啊，要把这个园林呢，要供养给佛陀啊，要他护法的心呢，倾其所有啊。哎，那我们看懂没有？啊，看懂我要效法啊。啊，我有没有尽我的力量弘护正法？啊，师长让我们最敬佩的地方，他说的他都做到了，这个对我们一个从事教育的人，这个真的是最大的震撼呢。哦，尤其在好晚年，那么大年纪了，超过90岁了，在国际间奔波，啊，有一年，英国汉学院好像就去了一年，去了2-3次，啊，都为了护持这些年轻发心的同学们，哦，那也很可贵啊，啊，不少同学啊，他们在学习在弘扬的过程说到啊，只要想到老人家的眼神呢，他就整个精神呢提振起来，就勇于去突破他的挑战。好，因为老人家的眼神充满了慈悲柔软坚毅坚韧，
很有毅力，充满了理解、体恤、包容。哦，我们当老师的人啊，眼神能够传递这样的一个正能量啊，那我们对学生就很有摄受力啊。我相信每一个曾经亲近过师长的人都会被他老人家的眼神所摄受啊。哦，那么清澈无私啊。哦，那么善解人意啊。这都是师长给我们展现怎么当老师啊。华严讲啊，重重无尽。其实我们也受了佛菩萨、师父上人，包含这些祖师圣贤重重无尽的恩德，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是我们要善于去体会他们的苦心。哦，阿难尊者，他配合佛陀教化，你看阿难尊者乘船大法，每一部经都有如是我闻呢。他做的七个梦里面，就有一个梦是须弥山在他的顶上，他把他托起来，不觉得重，那代表啊，他要乘船佛法。那他这个表法也是给我们启示啊。我们是学圣教的人啊，当今之事，舍我其谁啊？这是阿难给我们的学处啊！啊，我们也不能辜负他的表演啊，啊，包含佛要涅槃了，他伤心了，他已经正出国了，但是他的失货还没有断了。伤心流泪啊！啊，旁边已经正果的师兄弟提醒：这么重要的时刻，不能感情用事啊，赶快请教佛陀几个重要的问题。哦，那我们要问问自己啊，我们跟师父学习，也不能用感情用事啊，得要提起理智哦。我们记得啊，大家一起学习这个十年因缘呢，哦，我们花了十几次的课程哦，老人家一个小时不到的开示啊，啊，我们一起学习过程啊，感受到啊，每一段呢，都很关键啊，因为这一段开示啊，把老人家怎么学习啊，他和盘托出了，忽略了哪个关键点呢，可能学不成了。前半段他老人家怎么当学生呢，啊，后半段呢他老人家怎么弘法的，怎么教学的，其中有一段呢提到的善知识对我们最大的帮助是什么啊，师父是我们的善知识哦，是我们最重要的善知识哦，我们从他老人家名师受戒哦，
那它对我们最大的帮助啊，帮助我们放下忧虑、牵挂、分别执着。包含他老人家原籍也在帮助我们放下分别执着。佛如是，师父上人亦如是哦。老人家是成愿了来度化我们的。这个我们自己啊都要会观察。啊，跟大慈菩萨说的啊，你帮助两个人往生极乐世界啊，你比自己往生功德大。哦，帮助十几个人，哇，那你的功德不可称说啊！你能帮助几十个人呢、啊？哇，那你是菩萨化身的。你能帮助千万人呢、啊？那你就是阿弥陀佛啊！哦，那我们自己从师父上人他教化的人教化的地区啊，受用的人数可以算是空前了。哦，当然承德没有说哦，跟祖师们较量的那个意思哈、哦，因为一切都是因缘法。哦，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老人家所处的年代非常的特殊，传统文化的最后一代，又遇到科技呢，快速发展，最后有网络，以前没有啊，所以教化的面没有达到这么大，哦，那甚至于还上了联合国。这样的因缘成就啊，哦，所以这个是有愿的。哦，那我们假如从教理来看呢，佛菩萨成愿再来，有没有起心动念呢？它是随众生心应所之量啊，它来应化的啊，印光祖师、大势至菩萨来应化的。哎，那个时代啊，啊，就有不少毁谤佛法的了。应主他来示现哦，他自己也毁谤啊，他应激啊，哦，哎，他自己眼睛也快瞎掉了，他忏悔啊，最后我眼睛又复明了，哦，因为他从小读儒书啊，那可能那时候佛教他有这种迷信的一些现象出现了，又没有人讲经啊。哦，就像师长他小时候甚至青少年时期他也觉得佛法是迷信啊。他在应这个时代的机啊。所以既然是应机啊，那都是为了启发众生的。
都是从他的慈悲心流出来的。所以他流是慈悲，他走也是慈悲。我们得从这些地方去体会啊，佛涅槃是不是慈悲？佛涅槃呢，我们不知道有多少学生呢，因为这个缘而大大提升啊。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就好了，就是阿难尊者啊，他是佛陀的堂弟呀，所以他有依赖的心呢。结果佛一涅槃、哦、当然大迦摄尊者、啊哦、以师兄弟的立场、啊哦、给他训勉了一番、啊、他就生惭愧心、啊、很勇猛的修学、哦、就证阿罗汉果了啊，所以五百阿罗汉集结的时候啊，是正阿罗汉才能进去集结，所以阿难尊者是穿墙进去的，参与了经典的集结了。那佛涅槃就变成阿难尊者正果的真上缘，所以佛缘涅槃。也是慈悲，也是成就学生。阿难尊者都在给我们表演哦。那承德观察，我们也有不少同修啊，在这60多天呢、啊，有很大的提升哦。哦，一来，啊，敬这一份呢、啊、孝心、孝思，啊，在这60多天，啊，很精进的念佛，啊，做功德、放生，啊，印经，尽力做功德，啊，回向老人家，啊，感念这一份恩德。师长也在让我们提升了，让我们不能再依赖了，要承担起来了。棒子已经到我们的手上了。记得19年中，师长特别联系我们道公长老到巴黎，当时候对长老讲，这个正法的沉船呢，像接力棒一样啊，这个接力棒要传给你们了。那道公长老就是我们四众弟子的代表啊。那我们也都要有一份责任来承担师父上人这一生弘化的事业啊。我们不能依赖了。那这一段时间在我们道公长老、行公长老他们带领我们四众弟子一起念佛修功德也有礼请中国佛教会来办理师父上人的土坯
啊，还有啊传供啊赞颂大会，啊，慎终追远，啊，明德归厚啊，啊，透过这些大会，啊，很可能让我们啊更去反思师长给我哪些教导，啊，师长哪些志业我应该尽一份力，啊，尤其老人家九十岁之后啊，最强调的就是一条龙啊。人存正举啊，弘护的工作最重要的就是人才啊，有人才啊，事情一定能做得成啊。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啊，哦，所以师长这十年因缘讲，希望年轻人发心啊，一辈子做小学老师啊，哦，能陪孩子从小到大，把他德行根基啊扎牢了。哦，在啊这些大典当中啊，哦，我们也感受到啊，啊，这道公长老、行公长老他们啊，也是给我们表演视死者如视生呢。哦，他们啊，在迎师长的设立，都是啊，犹如啊，师长在眼前呢，恭恭敬敬跪着禀报。然后再把这个舍利啊请到现场。啊，到了现场，我们师众弟子啊都是跪着迎接啊师长的舍利。啊，其实中华文化就是礼乐教化。这些礼仪的过程都会启发我们，都会让我们的内心呢产生共鸣。那我们从事教学，对这一些都要用心呢去领悟了。然后要把慎终追远呢落实在我们自己的家庭，甚至是我们的班级、我们的学校里面，这一点老法师可谓做得淋漓尽致啊！啊，将孝道透过祭祀啊来弘扬。哦，晚年啊，在香港就连续办了好多期，哦，都是七八千人、上万人的，啊，海内外的华人一起来祭祖。你看那种祭祀啊，无形的一种摄受力。那刚好英国汉学院的校长到香港啊，亲近老和尚，结果刚好参与了这个七八千人的祭祖。他看了，虽然语言不通啊，很感动，哦，还流泪啊。后来跟师父上人说，可不可以在伦敦办一场啊？
啊，一个英国人祈请到他们的国度祭祖啊，老人家答应了。当然，这个担子落在道公长老身上啊。啊，长老很孝顺啊，真的是父母呼应勿缓呢。哎，诸位同修，大家想一想，到伦敦办一场祭祖法会容不容易啊？好，我光是想着那个钟要怎么运过去，我可能当天晚上就睡不着觉了。哦，当然特别可贵哦。啊，师众弟子啊，都是全力配合啊，长老指导带领啊，完成了不少啊。我们以前看的一部电影叫《Mission Impossible》啊，叫《不可能任务》啊。其实这一次这个啊，传供赞颂大典义工就超过2000人哎，哦，这个大家同心协力啊，啊，保人家这个后事啊，啊，办圆满了，哦，那师长把祭祖祭孔都供养到了西方社会来了，老法师真的是完全跟我们祖先的心境相应了。你看祖先说古之欲明民得于天下者，老祖先做事他的出发点考虑哪里？他不会说：“哎呦，我考虑我的国家。”他考虑天下啊，因为覆巢之下无完卵啊，所以老法师他真的是随时把天下苍生放在心上啊，连跟人家啊初次见面，人家问你是哪里人。师长说我是地球人，我们同乡啊。你看抓住每一个机会点提醒我们地球村啊，这么紧密相关的因缘啊，我们怎么可以不为啊天下去打算呢？而天下的灾难要怎么化解？灾难的根源是什么？就是人心啊。做善降之百祥，做不善降之百殃啊。一句话就讲完了，尚书的教导啊。啊，那人心要善，要从孝亲尊师启发，这是地藏菩萨的表法。啊，历史啊都是后世写的，哦，但是承德啊很有信心呢，这以后历史都会写。啊，150多年前呢。西方社会是用船坚炮利啊打我们了。啊，150多年之后我们用我们文化里面最高的啊祭祖祭孔啊来供养他们。啊，老子说以德报怨呢。那刚刚跟大家有分析到，师长是在这个时代很特殊的大善之士，他弘化的人数范围
包含他提倡的理念都很特别，哎，宗教团结。看历史当中，我们儒释道哪一个高僧大德大力提倡这一点？但是到我们这个年代来，他整个科技这么发达，不同宗教之间接触这么紧密，甚至于是有很多冲突都是因为宗教而起的，有这种时节因缘。那老人家刚好在宣讲华严，华严是世事无碍啊，老人家把华严给我们演出来了，而且这个时代四种关系处好啊，才能重新恢复和平啊，这又是老人家给我们开出来解决这个时代的法药了。老人家尽力了，把图文巴都建成宗教族群的和谐示范城镇了，可是要保持哦，甚至还要发扬哦。所以刚刚举了阿难的表法，他们也在成就我们的道业。哎，孔子也是啊。孔子那时候礼崩乐坏啊，我们现在几乎礼乐也都忽略掉了，社会很乱啊。孔子表演给我们看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那我们要效法啊，不能在我们面前看到成果，但是我们做铺路时，我们也要做的尽心竭力啊，啊，让下一代踏着上去，青出于蓝胜于蓝了。哦，而且师长也提醒我们，文化要再度复兴了，急不来哦。啊，谁想很快复兴啊，会造罪业哦。欲速则不达，会弄巧成拙。得稳扎稳打，得三到五代人锲而不舍，每一代人，这三五代啊，每一代有每一代的因缘跟承担哦。我们看不到结果，可是我们会很坚定的去做，我们不会气馁哦。哦，而且孔子还七天没饭吃啊，是不是也在成就我们？我们一想，我也没有一天没饭吃啊。哦，人家孔子这种苦都吃了，我们这个算什么？哦，你看佛陀忍辱仙人遇到割力王，给他割截身体，这是他修行过程遇到的境界哦。可是他老人家这么一表演呢，我们遇到任何挫折，只要想到这个公案，啊，跟佛陀比起来，小巫见大巫啊！哦，啊，这拍屁股就站起来了，不能耍赖了，这么一点小挑战啊。就要退缩，嗯，那这个对不起佛陀的表法了，嗯。颜回也是配合孔子来启发我们的。啊，我们看颜回啊，在《论语》当中提到，有一次啊，孔子师生呢，在匡地遇难，
啊，人家要杀他们了。啊，约好地点啊，大家分头逃难了。哦，后来慢慢都来到了相约的地点。啊，最后颜回还没有回来。啊，当然孔子啊会担心喽。哦，后来终于回来了。啊，孔子太高兴了，脱口而出啊。啊，我以为你死了呢。啊，哎，接下来颜回回的那个话，其实对我们都很重要啊。颜回说：“子在，回何敢死啊？”这代表颜回他很清楚孔子对整个中华文化传承的重要性。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啊，上下五千年要靠孔子传承下去啊，没有孔子啊，我们就不认识尧舜禹汤了。先孔子而圣者啊，非孔子无以名啊，我们都不认识他们了。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孔子以后的这些圣贤人都以他为榜样啊。所以颜回他当弟子，他知道他的老师的重要性，他的老师的价值在哪里。那我们透过颜回要问问自己啊，我们知道老人家对佛教的重要性吗？对中华文化的重要性吗？对这个世界重新走回和平的重要性吗？假如我们能体会到啊，我们会以失智为己智啊，我们不会再让一秒钟空过了。为什么？因为因缘呢，是有时节的。就像正法时期，假如没有佛陀的弟子尽力的去弘扬，那这个法怎么继续传下去呢？啊，相信佛涅槃之后，他的弟子们更积极的去承担弘法任务，所以法能传下来了。同样的，老人家圆寂，接下来这十年，我们当弟子能不能把他的一代十教，包含旧世的理念，能够传承发扬，这攸关他老人家一代十教对众生啊，能不能受益的长远，可能这十年是个关键的。机不可失哦，时不再来啊。这一句话，师长老人家在晚年呢，提了好多遍。啊，尤其啊，我们台湾的弟子们呢，要更去体会啊，因为从因缘法来讲啊，我们应该是全球炎黄子孙受到中华文明熏陶啊，缘分比较好的地区，我们有这样的因缘福报，
那我们应该做出最大的贡献，这是我们对因缘的回报。老人家有没有看到这一块？铁定有啊。为什么09年在台湾待了整整一年？师长住席在哪一个地方，都有他老人家的苦心在里面呢。我们当弟子的不能粗心大意啊。就像05年3月承德刚好到澳洲净宗学院跟大家一起学习弟子规。早上跟师长散步，师长走啊走啊，突然停下来，回头看着我们几个弟子，说：“这个澳洲啊，是地球上的天堂。”真的，承德第一次到澳洲去啊，出了机场，哇，蓝天白云。就是好像看的每一个景，就像以前看那个西方的油画啊，就是都很漂亮啊。空气非常的清新，那个树木啊，都几个人抱才抱得起来，他们大自然保护得很好。所以当师长说这个澳洲是这地球上的天堂啊，也有一点感觉啊。师长接着讲了，但是现在众生呢很苦难的，我们也得下去，不能待在这里享福。这都是师长的考虑啊。老人家为什么在香港？香港已经回归了。老人家住在香港，13亿的同胞感觉怎么样？哎呀，老人家很静啊，有没有安大家的心呢？再来，香港是我们华人当中经济开发算是最高度的地方吧，经济开发越多的地方呢，越需要教化，越需要啊把业力消掉啊。这都有它的考量在里面的。我们看懂了，我们在人生的一些抉择上啊，才能把这些考虑用上啊。09年有待在台湾一年。当然缘起啊是要用牙齿啊。所以我们刘医师啊请转法轮请佛住世啊。他是个孝子啊，对母亲非常孝顺。对老人家也非常孝顺。那借由这个用牙齿就慢慢用。还请了讲望镜还原观第二遍了，是在台湾讲的。你看老人家马上整了一个提纲，三民主义学习心得啊。大家要了解孙中山先生呢，他对西方社会是很了解的，他自己又是中国人，
所以他在三民主义已经，大家注意这个年代啊，三民主义那是100多年前了，他老人家已经说什么了，西方的民主制度已经出现诸多的问题了。可是我们看到民国建立以后还有很多人要全盘西化呢。孙先生那都是很有见地的，西方社会他也都很了解的。里面还提到，你看这个不点出来我们都忽略掉了。我们跟西方唯一学的什么机器了。其他方面包含政治这些哲学都要跟我们的中华文明学。孙先生还举德国人，这是很发达的民族，德国人现在都在学中国文化。这三民主义有讲呢，老人家是借由学习三民主义引导大家要重视中华文化这个瑰宝，台湾可以成为复兴中华文化的火车头啊。而且复兴文化没有副作用啊。这一点我们有一点体会啊。当初在庐江文化教育犯罪率下降了，离婚率下降了，连收入都增加了。大家一起来学习了，他们很有使命感了，那人气多了，当然经济就很自然就发展上去了。一般来讲发展经济啊可能都会造成呢社会治安的问题。可是发展文化教育观光这个对台湾的发展是太好了。还来得及啊，诸位台湾同胞。还来得及啊。机不可失啊，时不再来啊。台湾在儒释道方面那都是得天独厚啊。你光我们台中联社教化70多年了，学宫38年，醒宫接着36年了，都没有间断了。你看醒宫到95岁啊，一星期还上课3天呢。他们那种效法自己老师那个精神真的让我们动容啊。他们都是以李老师为榜样啊。包含你看李老的学生当中那个江一直老师现在在艺术界用艺术教化，那无人能出其右啊！在律中介，果清律师啊，那是泰斗啊，都是在台湾的大善知识呢。你看儒释道还有多少善知识在台湾教化？
我们都要延续，都要传承啊。好，那当然传承靠人才哦，人才还得从胎教从小，所以诸位老师们啊，我们共聚一堂啊，我们的因缘是啊，老人家强调一条龙的啊教育。啊，这是老人家救世理念当中嘛其中一点。好，那我们现在要以师智为己智。那我们要想想师长有哪些救世的理念，有待我们去发扬光大。这个是我们呢要思考的了。这一段时间你看师长也跟我们，他曾经表法的张家大师圆寂呢师长在老人家这个身旁搭了棚守灵三天，在想这三年呢，大师教我什么？那老人家圆寂这六十多天了，那诸位同修有没有思考过，师长教了我什么？承先启后啊，继往开来，我们得清楚老人家教我们什么，我们要继续把它传下去了。有没有哪一位同修您有思考这个问题，然后愿意跟大家分享自己静下心来觉得师长教了我哪一些重点。诸位同修啊，你们代班这六十多天应该会谈到这个题目吧。这个对我们来讲都挺重要的哦。好，有请张一冰学长。那一冰呢这段时间和我们学校的家人们呢感觉到师长说到古法的这个教育就是从这个古法教育要传下去，才会有圣贤君子呢将来会能够出现在这个世上。而现在呢我们也是半路出来的，也是成年以后才跟着学习。那师长老人家也说这个教育要做的成功了呢，需要三到五代人，不能急。谁要是着急的想把这个事办出来呢，会造无量无边的罪业。那这两个加在一起呢，就是说，师长老人家指导的那个，画一个具备的。传统文化老师一个具备的素质，那个里边呢有提到我们的这个教育
是要有筹策的这个教育，那我们自身呢，作为传统文化的老师呢，要以身作则。谢谢老师。好，好，谢谢。张一斌学长啊提到的这个要用古法。陈洪谋先生说啊，天下有真教术啊，师有真人才。所以教学的理念方法是很重要的啊。但是也不能只有重视到教学的理念方法。比方说读经是很重要的方法。父母老师他重视了让孩子一定要读。可是忽略了孩子内心的感受。逼的让他对传统文化反感。所以这个大乘佛法说啊，不执着，就是不能出现执着点。你一直成病了。有些人就觉得读经就能教出人才了，那又是一个执着点了。我们现在很容易啊，我觉得哪一点最重要就执着只看到那一点了。你说有方法就能把孩子教出来就教他背就能教出人才了。那以前的家族为什么还要千里寻师啊？那老师一举一动，学生都在看着呢。真的感觉我们这个年代啊，特别容易出现执着点。固执自己的角度、看法。所以大家要集思广益，因为为什么我们都不是从小学的我们依止养正遗规，依止师长的教诲，然后呢很客观的依照孩子的学习状态我们来总结经验，避免出现执着点这个着相啊真的是太容易了。所以为什么说佛法说重实质不重形式，因为有时候形式就容易着那个相了。比方说这个念佛拜佛念佛读经这个是手段的。但目的摄住我们的妄心呢它是一个手段呢看它实质是要摄住妄心的假如我们在念佛的时候诵经的时候我们还在跟别人比他说他昨天念五千我今天铁定要念一万他说他昨天读经读五部我今天铁定读七部。你用好胜心了。所以包含老人家讲一条龙你也不能着在外面像我从幼儿园办到高中我是一条龙了。这也是一个外在的像啊。教学的理念是不是古法？你教学的方式方法不对了，它达不到那个效果的。
啊，因为啊，师长讲经也提到了啊，古代教孩子的方法跟佛门求清净心、求根本智的理念方法是相应的。哦，所以读经的目的啊，是让他的妄念越来越少，心越来越清净，能背是附带的一个效果。那现在的教育系统，它是西方的系统哦，哎，有时候我们真的得要很清楚啊，这100多年来的发展啊，这很多的理念都是西方功利工业革命以后所产生的理念在主导的了。工业革命它是生产。所以一些材料来了，然后呢透过机器，然后产品就出来了。不符合我这些规格的就是次品淘汰掉。那也把人当产品了。好，进去数学、语文，然后就出来一个产品了，连种菜也是一样，化肥、氮、磷，然后就要长出可以吃的东西出来了。人不是物品，人是万物之灵，它是有灵魂的，它是有感受的。它是有差异的，它是要因材施教的，它有时候还要等待的，因为它大器晚成。它是不是一个制式化就能出来的。我们好像不知不觉呀，太重视物质了，就会被物化。物化呢，就特别重视那个看得到的，忽略那个看不到的。看得到的，哇，他考高分呢。看不到的是他的得失心越来越重了。看不到的是他的攀比心、好胜心在重了。所以为什么很多名校的孩子忧郁症甚至自杀？因为父母老师忽略了那个看不到的。最近刚好要分享呢，群书之要与企业管理那自己对企业管理也是外行所以赶鸭子上架得要赶快找一些榜样稻盛和夫这个是菩萨在企业界实现了所以大家不要紧张佛菩萨随时都与我们同在的看了印象很深刻稻盛和夫说，制度是企业的基石基础，可是有比制度更重要的，就是人心。制度看得到人心看不看得到？你看《论语》里面有讲子贡问为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这三个因素很重要子贡很会问问题必不得已而去，于是三者何先呢？孔子说：“去兵。”
啊，必不得已而去于斯恶者何先呢？孔子说去死，你看食物军队都看得到，信任是无形的，但它存在。孔子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人民对国家没有信心啊，他可以毁于一旦。啊，我们看纣王，啊，看秦二世，请问他要灭亡前一天，他国库里的财物多不多啊？他的军队多不多啊？可是他很快就被推翻掉了，老百姓不信任他了。哎，我们当父母当老师的那个看不到孩子的内心，我们感受到没有？知其心然后可以救其思哦。一个团体的凝聚力在哪里可以看出来？在他的团队人的脸上就看得出来了。啊，假如这个团体下情不能上达，每个人脸色就苦瓜脸了。啊，领导很强势，啊，团队里的人一定没什么笑容的。这个都是存在的。哦，所以稻盛和夫，哇，他这些见地啊，太可贵了。你说他第一个制度官，师长老人家回到台湾，他首先三民主义就点出来了，制度是其次，人的素质是最重要的。大家不要小看这一句话哦。多少革命烈士抛头颅洒热血啊，他希望再给人民真正的幸福安定的生活。而往往会寄望我只要能够推行什么制度了，我就能达到幸福了。事实上制度不是最主要的，有没有培养出真正大公无私的干部人才，这个才是重点。可是我们都太过看重或者依赖那个看得到的。哦，哎，他又提到了人才啊，才能很重要，可是比才能更重要的是人品。所以古代都是举孝廉哦，他重视人品。孝是做人的根本，廉是做事的根本。可是我记得我成长过程十几岁看选举，然后都说哇，哈佛毕业的，哇，什么硕士毕业的，从来我没有看过那个选举的里面说这个人很孝顺哦，都看外在的这些东西了，看不深入了。这种物化真的会让我们这种敏锐度、洞察力啊，会减低了。啊，稻盛和夫又说了，啊，物质的奖励是重要的，因为他要生活。可是精更重视精神的鼓励。
啊，假如我们都是用钱来带动员工哦，那另外一家公司加个1000块钱他就走了。可是假如这个公司它是很有理念的，哦，他们所做的是很有意义的，哦，那员工不会走了。啊，甚至于他的企业是可以给整个企业界表法的。哦，那很有意义啊。哎，这个是师长救世的理念之一哦。20个企业落实传统文化，可以振兴传统文化，这是老人家对这个时代开出的一个法药。因为企业界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了。啊，现在到书局里面，成功人士啊，都企业界的占不少。啊，假如真的有企业有这个使命啊，啊，大家要畏诸数类，做不请之友啊，啊，去护持他们了。那主办元龙嘛，他发心他是主啊，这个企业是主啊，我们是办的。哎，企业落实家文化，这又是老人家提的一个重要的理念了。一个人成长要环境啊，他要有家庭环境啊，现在大家族没有了。啊，企业是他一天当中啊待最多时间的地方。那这个企业有文化，他随时在里面熏陶，甚至他的下一代也透过这个企业的文化在熏陶。难啊，我们这个时代好难啊。但老人家都想出方法来了，就看我们做不做了。哦，日本有不少企业家，他有这种家文化的理念哦。你看稻盛和夫都说我是跟中国的老祖先学的哦。啊，他对大众都是这么讲哦。啊，他有的企业。房贷、投机款，哎，企业帮忙出了，这样他的员工压力就没有那么大了，要把当亲人一样爱护，这个向心力、凝聚力就强了。哦，好，时间到了啊。好，这个啊，还是再次向大家致歉哦，这今天耽误了一些时间。好，那我们啊，共勉啊，我们以失智啊为己智，好，而师长。其中有一个法宝啊，其实在我们任何境界，这个法宝都能解决，问题都能迎刃而解，就是儒家的三宝，坐之君，坐之亲，坐之师。啊，因为我们回到君亲师的心境啊，就很真诚。精诚所至，精师为开。问题，因为我心用对了，问题就会改善了。因为医报随着正报转，所以这个君亲师不可须臾离也。只要我们能用君亲师一反观呢，我们就知道我们。哪个地方还做得不够，
真的很好用哦。啊，假如大家用了不能解决啊，找我啊，啊，我们再好好探讨探讨。啊啊，老人家开的这个很多法药都是阿且陀药啊，任何情况都能解决啊。一句阿弥陀佛是阿且陀药啊，不止往生可以解决哦，你现在面对的任何事情都能解决。为什么？你一直念佛啊，老实念佛，你的心一清净啊，佛菩萨一加持你，你就想通了，你就会有灵感了，想出方法来了。哦，所以这个阿且陀药啊，啊，在这个世间呢，任何问题啊，你只要用真爱，啊，真爱也是阿且陀药，都能慢慢改善。哦，还有这个君亲师，这个也是阿且陀药，任何情况你一关照了，从自己的心念一转，境界跟着转。所以有佛法就有办法，有老和尚的教导啊，就有办法哦。啊，那在做之师啊是要学习的哦，做之君啊，我们以身作则啊，有使命感，大公无私啊，又能纳谏，又能知人善任啊，能够集思广益，这是做之君，做之亲，能够高度信任，不弃不舍，不求回报，还有做之师，做之师，我们有培养文化沉传人才的责任，我们还能呢，随着每个机会点，去启发，去引导，员工啊，或者是学生，这是做之师。那因为我们之前，请赵小龙老师，跟大家分享这个他学习春学旧语啊，春学旧语是做之师啊，非常好的啊一部啊宝典啊，现在啊有人把它叫蒙师制药啊，我们要当蒙学的老师啊，这一本很重要。哦，他浓缩了他一生教学的经验啊，那我们接下来两次课程啊，两到三次啊，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一步啊。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啊，这一部书赵老师下的功夫比我深多了啊。我也会一起来好好学习。好，那今天又能够看到大家呢一起来互相学习切磋啊，真的也体会了德不孤必有邻我们心同师父上人，愿同师父上人，行同师父上人相信啊，我们一定能把下一代教好一定能把文化传承好然后我们时间到了就到极乐世界去跟
师父上人报到了哈、哦，哎，师父上人一看到你，善哉善哉，啊、哦，孺子可教也，啊、哦，好，啊，那今天呢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啊，谢谢大家。